中国选手在击倒对手后犹豫片刻，放弃了补拳的机会，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一拳砸下去，对方极有可能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。赢下比赛是对自己实力的肯定，及时收手是自己武德的体现。这位及时收拳的中国小将名叫张庆赫，绰号铁头娃娃。自从他出道以来，他的比赛就很难打满一个回合，最快的 KO 记录仅仅用17秒就光速结束战斗。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，一起来看看铁头娃娃张庆赫那些令人头皮炸裂的精彩瞬间。张庆赫对阵桑代特·艾特库尔，艾特库尔并不是什么无名之辈，而是 Octagon 的现役储量级冠军。艾特库尔此前的职业生涯中只有一场失利，剩余的所有胜场均是以终结对手结束比赛，拥有着高达100%的终结率。艾特库尔曾在 Octagon 赛场上连胜7场，夺得该级别的金腰带。而且这一场比赛中，艾特库尔按照规则应该进行降重，可是到了比赛这天，这家伙体重根本就没有降下来，毫无气馁精神。这也意味着艾特库尔想要赢下这场比赛，就必须把张庆赫终结在擂台上，这完全没有把张庆赫放在眼里，实在是太狂妄自大了。 Here we round, round number one. 比赛铃声敲响，面对嚣张跋扈的艾特库尔，张庆赫并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，而是选择稳扎稳打，不断试探对方，慢慢摸清楚艾特库尔的底细。因为张庆赫明白，只有将对手终结在擂台上，就是对他嚣张狂妄的最好回应。随着比赛的深入，艾特库尔突然一记飞膝，张庆赫立马提起抱甲防住，随后果断反击，电光石火之间左右组合拳炸裂出手，是大力陈的右手重拳，精准命中艾特库尔下巴。艾特库尔当场失去意识，张庆赫及时收回了即将打出的拳头，这才是真正的武者。从艾特库尔此时的状态，我们也可以推测出，要是张庆赫这一拳砸下去，那对手的职业生涯就彻底断送了。张庆赫对阵马里奥·萨迪亚，马里奥是 One Pride 赛事的当家拳手，职业生涯15场比赛中，他拿下了其中14场胜利，而且都是在首回合终结对手获胜，目前处于9连胜的状态，实力非常的强悍。赛前这家伙就放出话来，打张庆赫他不会超过一个回合，他即将拿下职业生涯10连胜。比赛铃声敲响，张庆赫先发制人，一记大摆拳直接将马里奥击倒，随即冲上去疯狂补拳，仅仅用17秒，张庆赫就以 KO 拿下胜利。马里奥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比赛就已经结束了，他也尝到了自大的苦果，职业生涯10连胜也成为了奢望。张庆赫对阵肯扎耶夫·舍瓦贝克，肯扎耶夫曾多次获得过桑博锦标赛冠军、摔跤职业赛冠军，并且获得过2022年综合格斗锦标赛冠军，技术十分全面。赛前这家伙也非常的猖獗，发布会现场悍然出腿殴打中国选手，完全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今晚中俄对抗的第三场比赛，蓝方运动员来自俄罗斯。比赛铃声敲响，面对气焰嚣张的肯扎耶夫，张庆赫冲上去就是拳腿招呼，打得非常的激进，几乎不给肯扎耶夫喘气的机会。意识到张庆赫的凶悍，作为桑博冠军的肯扎耶夫立马近身缠斗，将比赛拖入了地面当中。地面较量中，张庆赫核心力量优势明显，直接挣开肯扎耶夫的束缚，实在是太霸气了。对，看来今天晚上两个人都有要降服对手的可能啊。是的，肯扎耶夫一上来就把对手要往地面来带而挂腿，而张庆赫之前在我们武林龙中队威宁站的比赛的时候是52秒断头降服了蓝帕坦。对，所以说两个人都有这样
完成降服技的能力啊。是的，看来今天晚上的第一场降服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出现？是的，我们很期待啊。因为两个人打得比较干脆利索啊。对，前手给的不错啊。我们的中外对抗赛呢，优德集团还为获胜的一员提供了这个武术基金。看着眼前的肯扎耶夫，张庆赫下手毫不留情，因为他要让对方知道感情是侮辱中国人，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。在张庆赫几乎疯狂的打击下，肯扎耶夫有些抵挡不住，于是他再一次下前抱大腿，可此时的张庆赫早有准备，趁机对其施加断头台。好漂亮，哎，拿得比较紧啊。对，可能要不是看看起来之后是个什么样啊，马上抱住对手的腿，聪明啊。好，继续回到地面。对，肯扎耶夫确实是聪明。是，拿断头马上抱对手的腿，但是他想从这个把位当中出来，就看张庆赫放不放，现在不大好拿死啊，因为右手一直在撑对手。漂亮，肯扎耶夫这把拆得不错，就是我逃不出来，但是你也拿不住我。紧紧地抱着张庆赫的一条腿，要往外拉。对，勾腿。好，这个把已经放了，现在选择去抄对手的腋下，把对手往上提。肯扎耶夫地面技术十分娴熟，强行挣开了张庆赫的束缚，两人在龙边进行缠斗，张庆赫一个半腿摔将比赛拖入地面，拿到了优势的上位压制。张庆赫不断腾转挪移，很快就拿到了骑乘的位置，并且开始对肯扎耶夫施加地面砸拳。来看一下到骑乘位过来之后，连续的给锤击，下身做下旋，马上抱住了张庆赫的腰，对，头疼了，不给他击打的空间。是的，对，小心不要打到对手的后脑啊。场台金明的老师也看得非常的认真。马上腋下圈住，这个击打的位置越来越少，抽手出来，继续击打，对，连续的锤击，锤击，继续锤击，是的，躲得不错。按住了，继续给锤击，在这个位置对住了之后，连续的击打，连续的锤击，对，这个节奏躲得真好。是啊，这个头的左右的这个躲闪啊，这是漂亮。对，我给你一个。在张庆赫狂猛无比的砸拳下，肯扎耶夫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。裁判见状叫停了这一场比赛，张庆赫则是以 TKO 的方式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张庆赫接连拿下国际大战的胜利，也成为中国雏量级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大家喜不喜欢张庆赫这位选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三连再走呗。